嗯，你喺小马瞓住度啊？咦，又嚟咯，啊，我嗰度瞓喺度啊，瞓住度啊，喺度。唔该你嗌一声啊。嗯。啊，条老样就话喺度，好心慢佢啊，无所事事啊，等饭食啊，啊，啊，睇到冇啊？呢啲人啊，啊，今晚坐住喺度，全部等饭食啊，嗯哼，交交杂咯，麦根地都要噶啊，啊。全部人啊啊，吃饭啦啊啊，啊，嗯，今晚喺度瞓觉啊，睇到冇？啊，食饱等饭食啊啊，嗯哼，睇到啊。谢谢你啊，唔该晒。啊，今晚坐住度啊，啊，日日等啊，啊，满街满巷都系人啊，睇到冇？你哋唔知道啫，啊，坐住度等饭食，嗯。有啲連地方都冇得住啊！又冇屋租啊，租房啊，租唔到啊！睇到冇慘冇咧冇啊！依家越嚟越嚴重噶，有個病情啊！啊，四周圍都係人啊，喺度人山人海啊！嗯哼，依下夠力冇得講啊！所以啊，祈禱啊，為呢個半山巴呢個社區祈禱啊！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啊，在會堂裏教訓人，宣講天國的福音啊，又醫治個人嘅病症啊！他看見許多人啊！就怜悯他们啊，因为咧他们做咩困苦流离啊，儿童又没有牧羊人一般啊，于是对门徒说啦，要收的庄稼多，作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，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嗯，疫情越嚟越严重啊，啊，好多事情啊，睇下，嗯，你哋唔知道啊，啊，有饭食就有感恩啦，啊，有健康嘅身体有感恩啦，啊，呢度又踎一堆，嗰度踎一堆啊，嗯，踎到系咪啊？啊！啲孫冇理都冇瞓街啊！啊！耶穌就係咁樣走出嚟行嗰啲街市啊，睇到啲人嘅需要咧，就要點樣樣憐憫啊，憐憫他們啊，嗯，要一個憐憫嘅心啊！啊！耶穌要翻嚟嘅日子好近啊，啊，好近噶啦！啊，大家趁白。